今天来玩吃鸡最最最最没存在感武器之十字弩。这个武器呢，威力和 AWM 一样，而且伤害倍率更高，理论伤害比 AWM 更大。但是呢，这老奶奶吐痰般的弹速和这滋尿般的下坠，泰格的基尼都打不中。而且蓝洞还把这种玩具的刷新率调得很低，你想娱乐都难。曾经这玩意可以在出生岛把队友扎成刺猬，也可以自制平底锅版狼牙棒。这玩意想要抢，只有一个方法，就是在空投里面增加爆炸弩配件，这样才能在现代战争中发挥弩箭的真正作用。一蚊子。生气了，这人。这里还有我站着给他打，打不着，气不气？他队友要来送，队友要来送。哎呀，没事。还有在围墙后面啊。别上。啊，吃我一剑。哎呦，打死了一个职业连队，叫40 OP。还有人。哎耶。我脚底下有人，我给他来一剑。来来来，我这里，我这里。哇、哦，开了！我操！他队友在后面，队友在后面，别着急打。哎呦，发现了！这个弩箭刷新率真的非常低，而且打人也特别难，所以今天这个视频就比较短。大家喜欢的话，记得给我点一个免费的赞，这对我很有帮助。拜拜。